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六说一个乱搞男女关系，他说是正确的，他说我这是度众生，明明他取贪乐的妄颠倒快乐，他以为是快乐，说这是度众生，这样度众生谁说的？魔王说的，这些都叫邪见的。人家学弯门学道，学神通，跟佛教讲的神通，明心见性啊，神明天心，通明自性啊。他那神通什么样呢？取世间的妖言惑众，行为惑众，骗取什么呢？骗取的财，骗取的色，假这个去取，你说这不是邪见吗？他用这样的才能成佛，只能下地狱，绝对不能成佛的。一切颠倒的迷惑，这就是烦恼贪嗔的总根子。他因为这是对的，是不是邪见吗？他对于他所念所缘念的境界没有智慧，是迷惑的，他以迷惑产生的知见，因为这是对的。是不是他有定啊？让外道六思吧，在印度就是这样子。我到那个印度，初到印度的时候，我看他那个一个街道，走那条街道去，他那个牛啊，哎，那牛养的好家伙，差不多上1000磅，我1200磅那么大牛一只，在那街道横行啊，到哪个家里头，家里人还给他供养，还干什么？好吃的给他吃，那牛带些个那个红布啊、绿布啊，光那绸丝给他挂上还。牛在街上走，人都要给他让路。就是外国的汽车，你尊重他的风俗习惯呢，顶好你不走那条街。对，他那条都是姓牛的。为什么呢？他的祖师在入定当中看见那牛死啊，升天了。哈，说你要敬奉牛啊，牛的功德就你得到了，你死了升天。他就不晓得这个牛的过去生的多生因缘，还有四火婆罗门，他认为这个火呀是光明，能够消灭一切，烧一堆火，大家在那儿拜为之念，那他们自己有编译的，有他们咒了，叫四火婆罗门。这外道很多啊，96种啊，大家学过96种。一个一个讲起来，这都叫邪知邪见。
因为他没得智慧，他只看一个境界，就把这个境界当成真实的了，是妄境。我们学佛的，佛的智慧光明，这种学惑颠倒理事，把事理给颠倒了，不合乎理的当合乎理，邪断容除。那这个婆罗门他断一切众生邪见惑呢，他得了解脱，向众生解说，向众生解说。我现在懂得惑，惑是迷了，就是虚妄的心迷了，更迷了，更深入了，就叫迷惑。迷惑就是你虚妄心所起的，对于这个你现前境界颠倒，颠倒事和理颠倒，这个事儿根本不合乎理，你所见到这事儿跟理不相合。这样子你才能够叫惑了，才能够叫惑了，不明理在世上颠倒，就是对于现前境界相，心被现前境界相所转，心不能转讲，又不认识这个境的是非，这叫迷，这叫颠倒，把非当成是。就是对现前境界相嘛颠倒，就叫迷惑。喜部妙音前的婆王得入云广布普运泽一切众生解脱门。普运呢是指着云雨慈云，啊，这干旱的时候天的阴下小雨儿，清凉了，现在我们夏天热闹的时候，热闹下那小雨儿不大，像喷雾器一样的，那叫普运。太阳热闹，那么夏天就怕来一块云彩把太阳遮住了，啊，立水就清凉了，这普运的意思了，慈运的意思了。又者呢，指这个草木来说的，说三草二木，慈云微雨，三草二木，都能够成长。我们说那个财吧，大财啊，大财小财，财是材料的财了，木头的大的和种动物做栋梁，以前盖房子中间都有个梁的，不成现在了，现在改梁了，而成器的木头就叫成材了，不成器的木头不成材，像烧火那个木头就不成材了。这个清凉国是引证庄子的话了，庄周啊，庄子庄周，他在山里头找，山找，他就在那旁边看，啊，看这个伐木的人，取木材的人。看了他就生着感叹了，成材的呀，好木头，这伐木工人就把它砍掉了，不成材的呀，
不能猜他要他干什么，就不砍他了。他叹息什么呢？啊，是成才好啊，不成才好。成才的被人发了，不成才的也没什么用处，人家不理他了。他可以照常生长，照常的活着。这是一个啊，成才的反倒被杀害了，不成才的反倒得终其天年，他自然成长。嗯，就是讲故事了。嗯，有一次他到他朋友家里去，那朋友招待他。嗯，庄子的朋友叫树子，树子招待他，招待杀一个雁。嗯，杀雁呢，一个两个雁，一个能够鸣，能鸣吗？就能那叫，能唱，能唱。一个雁呢不能鸣。嗯，完了，树子就把这个不能鸣的杀了，能鸣的就保留下来。那么庄周弟子就问庄子了，说山中之木以不才得终天年，说山里的木头啊，它用的不够材料，不能做什么，哎，它还成长得很好，啊，保留下来了，得终天年。说我们到这儿，这是主人的雁呢，那个不才的，那不会唱，不能干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嗯，能唱的就留下了。那这两个东西好像是有点反常啊。嗯。哎，庄周就答复他了。处乎才与不才之间呢，这个才看你在什么时候，不当用的时候没用处了，要来处这个才与不才，这个之间呢取舍的关系，思索去吧。我观一切的普皆平等，这是我们《法华经》的意思，他也有这个意思。他说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唯一具足跟不具足，正见和邪见，立根与钝根，在佛所教导的当中啊，不论你成才不成才，都得到清凉，都得到清凉。不论你是立根、顿根、普语、法语、帕语、普实，说天降云雨，它没有分别心呢，它也不管你成才不成才，是平等对待。哎，佛理一众生，也不管你钝根，也不管你是立根，是吧？有善根的就堕，没善根的就不堕，佛是平等的，没善根重新给你种善根，有善根的令你增长，平等对待。佛对持戒、犯戒，犯戒许你忏悔，持戒你逐渐的成长。唯一具足了，唯一不具足了，咱们刚才讲邪见呢，正见、邪见、立根、顿根、普语、法语，这就是入云广布普运则，一切众生。这讲这个故事就形容着，在佛教的教导之下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切皆皆平等。在我们道友之间，
说这个道有破戒了，或者说他还俗了，大家就不理他了。佛不是这个意思，还要赦受他，使他再回转。犯了吗？回犯了，忏悔就掉，忏悔就好了，又干净了。说我们衣服打脏了，不那么衣服打脏了，这件衣服就不要了吧？你拿水洗洗嘛，它不又清净了吗？这就是佛的慈悲心，是普度、广布普运这个含义。所说的邪见，只说难度，不能说不度。邪见能不能转呢？都能转的。咱看看佛在世时候，就说最著名的大阿罗汉舍利弗，目犍连，不是都是跟外道吗？不都是邪见吗？三迦舍，迦舍尊者那么精进，那么修行，他过去是外道，那佛也把他度了。如果是要是说这个不成才，他外道邪知邪见，不度他了，那完了，他们得度的机会就没有了。而且度了，他变成佛的上首弟子，这转邪归正的。形容什么呢？形容佛的一色众生普施运泽，那个喜布啊，普音前的普王，他体会到佛的意思，他也入世的正德解脱了。你看那个下雨或者慈云普渡，不论你三草二木，普遍之运呢，三草就是小草、中草、大草、上草。上草是什么呢？一切药材，那对众生最有利了，名贵的呀。咱们说人参吧，是草啊，人参也是草啊。木呢，有成才的，咱们刚才讲了，成才与不成才的。比如说佛所度的众生，人天，度人天的，是小草，那就用小草。那是什么？在人天之中，那国王了，或者那个诸梵天王了，他这小药草，他是药草了，但是还人呢，还属于小草之内的。中草呢，是指二乘人说的，二乘人说的，他正得了无漏，不在三界流转了。但是他不发心度众生，他得了六种神通，断见思惑，常行禅定，独处森林，这是中药草。菩萨呢，就上药上草，求四尊处，他求当求成佛，精进不懈，是上药草。佛所说的法之运的都得度，不管小中大，不管小中大。木呢，二木就是小树大树大树，那这个要求就高了。七地以前，出第二地、三地、四地到六地都叫小树，八地菩萨以上的叫大树，那是慈愿众生，广度一切。乐窑洞美目前的婆王，得现广大妙好身，令一切怀难乐的谢头们。现广大的妙好身，那是人家看见他就很高兴啊。有的人一看见他的
相貌生欢喜心，啊，有缘就能得度了。而趁他体现广度一切众生，那具足了清净的妙好，这是以深度，还没说法，他没说什么得度，人一见佛就得度，我还没跟他说法呢，他就得度了，一见佛，见佛像，他惑业就消失，证得阿难果。有的是佛跟他说法，一说他证得阿难果，有的佛跟他说很多法，他还不得度，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不过有的是表现的、实现的，像阿难尊者在佛的身边，一直到佛你入了涅槃了，他还没证得阿难果，他闻法闻的最多了。有的那些个众生一见佛，啊，一看你佛三圣像，他就悟道了，他成得阿难果。是机不同，能够普度，都是显得普度的意思，普度的意思，令天得难乐，都能得信托。有的是因身，有的是因言教得度的。妙音思爽前大婆王得普散十方一些大明城堡谢陀门，佛出世间说法利益众生，所以称为宝，宝者那稀少的意思，稀少的意思，咱们成了佛法僧，称为三宝，佛的法跟一些众生都称为宝。假使我们现在得个如意宝珠，不是得如意宝珠了，你得一个普通的玉石吧，很稀少很名贵的，这都叫宝。宝这意思呢，解决你的困乏，有了财宝了，宝就是财，有了财富了，衣食住行都得到安乐了，就是这样的，这叫宝。说三宝的意思，能给众生的幸福快乐，众生要能遇见三宝得到解脱，解脱就是烦恼轻智慧长，就叫解脱，不一定正果啊。曾有人这样问过我，还是在北京了，在北京，我们在中国佛院啊，刚办佛学院，因为从50年到80年，30年的时间了，和尚没有了，经书也没有了，都封闭了。80年又恢复了，落实叫落实政策。什么政策呢？宗教信仰自由。有落实这个政策了之后，这有了和尚了，差不多20、14人就不知道这和尚是怎么穿这个衣服，怪了怪气的。那时候比丘比丘尼，我们同教寺老比丘尼问他们，不敢上街的了。你上街的时候，好多人围着你看，看稀奇，啊，就是特别女众，头发剃得光光的，穿了怪了怪气的，他看你是穿着怪了怪气的，他没看见过，看稀奇的一样的，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他很稀少的，一落实政策又有了，能够见到僧宝的。乃至能到闻到法的，能是见到佛像的，以前佛像都不开放的，寺庙都关闭了，旅游也看不见的，能见到
不要以为很容易啊，很难呢，很难呢。你在中国到亚洲，中国、日本、泰国、缅甸、西兰，嗯，印度不是我们佛教出生地吗？到印度碰见个印度和尚，那简直少得很了，没有。说碰见也穿黄衣服干什么？西兰的，不是印度的。到现在也如是，印度基本没佛教，也没得三宝了。我到加州教大学，有个菩提学会，叫菩提修，那不是西藏的。有斯里兰卡，有的泰国，有的缅甸，在那儿修个精舍，那佛像的。印度人信的很少。所以啊，咱们认为很普遍。那你到我们普陀寺一看，400-500，和尚比丘尼都有，好像很不稀奇吧？嗨，你到没有的地方，非常的稀奇，非常稀有尊贵。咱们现在在这国内，特别在五台山，说看见和尚，看见喇嘛，看见比丘僧、比丘尼僧，好像到了台湾镇很多很多。你到外地看看，有些省份你想遇见一个和尚很难，没有。而再到中东啊，再到美国很难。美国的和尚，像我们去了还穿我们的服装，美国的和尚都不穿这个服装。特别是日本或者泰国的，他到了美国去，他都穿着西装革履，他说他是和尚。你信吗？你信也好，不信好，他就这个样子。所以称为宝，稀少尊贵。西藏喇嘛，我到西藏去，西藏不是所有喇嘛都称仁波切啊，仁波切是很尊贵的了，就是宝贝，宝贝。我最先他们跟我讲，我那时候刚到西藏去啊，还不普遍，还不知道的不多。我仁波切的翻译是什么？他翻一个宝贝，我说这个不大好。我的老师，哎，宝贝怎么还不好啊？我说我在北京啊挖过人，说你这个家伙简直是个宝贝。那宝贝就是哈，不入世，不入俗，不入什么，就是你呀一点知识文化都没有，哦，做什么事啊也不恰当，就是宝贝。这叫什么呢？一个地方一个令，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习惯。佛度一切众生的时候，任何的众生平等平等的，他要能遇见佛、遇见法、遇见僧，很稀少的，他就能得度。得度是这个意思。现身的广大普度一切，现的清净妙好的相。妙音狮子闯钱大破王得普散十方一切大名称宝谢陀门。佛出世说法是大名称，佛法众生都为宝，因为他远移就叫普散，就是普散就是普度的意思。我们说这个宝不是世间的啊，不是珠宝，是珍珠玛玛瑙，不是那个宝，是三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宝，三宝有六种含义，六种含义。稀有，凡是说宝都是很少的，很少的。钻石绝不像石头，它上头加个钻字就不是石头了。要石头我们五台山到处都是，它不叫宝，就叫石头而已了。
他加个钻字，稀少的意思。不过在世间很难得的，说佛法僧三宝很难得的，当我们身在三宝之中就不感觉难得了。当你刚信，刚信，而且这个地方没有三宝，那你感觉很难得了。看见一个法师啊，听那个讲经的呀，你感觉很稀奇的，很少的。那所以稀为贵，经常说啊，物以稀为贵，稀少了就是宝了。而且这佛法僧三宝，它是经过千百万亿劫的修行苦练，人家见他，他能给你带来的幸福，带来吉祥，带来的美好，所以叫宝。一种啊，二种是明镜之意。明镜呢是远离一切有漏法，无垢无染，清净光明，明镜的含义。四力，四力啊，有大势力。说这个佛法僧三宝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威德自在。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是僧宝，他自己不尊重自己，给人现了很多的不好的现象。现在特别的上，现在咱们社会出现一批求生活假和尚，现在很多。对我们的好和尚影响很大。他在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明白佛法僧三宝的。这叫什么呢？这就是魔王波旬在涅槃讲佛涅槃的时候，他说我让我魔子魔孙啊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也跟你的弟子一样，但是就是不干你的事儿，干我的魔事儿。这是灭法了，法将灭矣，是法将灭。四力的含义就这个。还有一种庄严之意，庄严之意，说佛法僧般三宝能庄严世间，庄严世间，世间的宝贝，珍珠玛瑙啊，珊瑚啊，七珍呐、都算宝贝了，因为它稀少，它也庄严呢、人家带上它，庄严身体。你看戴个钻石戒指，那么西藏是镶到脑壳上，你看修女人她戴在这个上的，她做过一个那个珊瑚珠了，镶上那个，镶上那宝石的了，稀少之意，明镜之意，庄严之意，还有最胜之意，出于世间。三宝除以世间，而为世间之最，最清净、尊贵、庄严，含义还很多了，就这三个都够了。像我们出家的、在家的，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是三宝弟子，体会到什么最上除世间。我们所学的法是除世间法，最殊胜，最妙好。还有一个不变之意，说这三种佛法僧，不说是漏落，它是无漏的，无漏的。咱们说世间相的，
耐人回忆，成疾苦乐，八法所不能变动的，不受你这个眼目法，就把它转化了，变异了。嗯。虽然是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步，嗯，心里一点迷惑没有，深思所行的都是依佛的教导，那戒律的教授，嗯，这样去做，嗯，这就是不变。佛所教导的法，到任何时候贪嗔痴绝对是祸。这贪字和包括很多的意思，现在你贪官污吏现在吃不开了，咱们过去又有看的那个贪污很多跑到外国去了，现在他末日来了，联合国我跟美国都订了一个合同，什么合同，他的人要是在他国家照了罪跑到我们国家了，我们国家把他放让他来抓回去，所以我们逃到美国去，那个贪污腐化分子从现在起都把他接回来还债，所以在美国那些财富都全部没收，美国的没收还给我们，这他没了，他这个随时变的，说现在是人，来生就变成畜生，变畜生还不错了，他得先下地狱，地狱苦受了很多。有漏法，佛法僧三宝呢是无漏法，无漏法，所以是不变。你入了佛门了，我不是鼓励懈怠啊，别听错了，一入了佛门了，就是你懈懈怠怠的，不过时间长一点，一定得度。人家精进的三年五年成道了，或者一辈子两辈子就成道了，乃至十生八生一百生一千生，你呀那就时间长了，或者一万生十万生，那你这个中间你就受苦了，最后你还得度，就这个含义，你得度的世间的眼物法，尽管你现在在眼物当中，将来你会清净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种子种下去了，你这个种子成长了壮大了，那些个眼物法呀啊，成疾苦了耐症毁誉，你自然渐渐就消除了。你拿我们这个道友来比吧，你跟现在的世间比没法比，我们就这比清净的多，就是清净多了，但是我们对你成道还很远，还很远，心里的烦恼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你认识到了这是烦恼，你逐渐的渐渐要断出它，就能知道能断出就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普放宝光明前的普王，得现一切大欢喜光明清净身解脱门。再一个是这个天王啊，钱大波天王，他是普放宝光明天王，放宝光明就形容他的光明了，他的光明普照，一切六尘境界眼悟不到他，见了他就生欢喜心，就是他那个身跟他心的智慧光，智慧光，人家一见着他就生欢喜，就是对机的时候，那个众生见他生欢喜心，他自己呢祸累一切都不生，这叫欢喜，叫欢喜，说得大喜，得大欢喜。金刚树床前的破王，
得普资容一切树，令见者欢喜谢他们。他经常说法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法水，说法就像与水一样的，那滋润，滋润什么呢？滋润菩提树，好成菩提道。它是以树嘛，金刚树嘛，与菩提心，啊，法的法水，来滋润一切的。说见者他就欢喜，没有二乘之法的，那菩提树都说大乘之法，菩提树就是一切皆是菩提，一切皆是菩提，树是形容词，滋润一切树就是滋润一切众生，人家见起见他就生欢喜。他得这么一个解脱，是吧？发随骗之愿，发菩提心的，修菩提行的，这个含义。普庄严钱大婆，钱大婆王，善入一切佛境界，与众生安乐解脱门。善入两个字啊，善入就是亦多无奈。入了佛的境界了，他的智慧善入佛经，善入佛的境界。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啊。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中茶中的，等到他上的事儿开始了，比如说的，酒吧，上事儿这上叫哪种茶中的，蜡烛院的，等到他家外这个可能，
사와 사카 의거대 사파라 에망가가라 감소화 등도 맞춰져 차대는 주부여지 등급 속지 동방이죠 동방이 안에서 나에게 가로 동방이로와 대장로와 인구보를 두고 송발이 돼서 주부여지 등급 남파강화 남파 사주 반남강화 이제는 절대 요리 이제는 절대로 또는 남파를 자송한 중이 요리 그래서 잡아라서 라인이 여기 요리 빼는 것으로 가라앉아서 쏘나야 풀당보지 쥐당보지 발라보나 하죠 요리 그래서 무슨 흉마하다고 하지 다시 무슨 사로도 그러네 쥐당보지 사로도 그러네 저런 명예를 빼나 대답을 차야 되네 남가사지 발라가라니 차도 요바들 요바 시지 그때 나보다 더지라기 차대 요래 마다버 심지 이디요 바터지라 차대 요정 나다 이기 제발게 다 마누나 드리 사초로 말이야 어 무슨 속옷이 처음으로 송 가라 강지는 어 자창데 사 아들한테 사초로 했어 이디요 뭐들이 것도 인정남 이디는 되게 다 다지니 다도 인정하게 그래 제일 다도 세질라 세리무나 마다오르 룩셉지 탑질을 잤다고 홍원아들이 덮어버려 사지 탑질을 하기 내 말에 이봐 심하다기 차대요 그래서 이봐 여기 좀 간배 지도사한테 나빠사지 봐나 차대요 그래서 저희들 오메다 아메다 그날에 하나하나 홍파이들라 그래서 사축들 돈이다 흥진이와 송도 좀 봤어 맨날 꽃도사고 예외없지 대강이들라 서 예외없지는 난 돈이다 흥진 송도 좀 봐야지 디스라르티 요지 탐지 사제를 가라 늦지 않죠 오메다 아메다 군다레 하나 하나 홍패 사제를 가라 충청문의 신부를 빼나 어 사제를 이제 가라 신부를 참아 사제를 이해했다더니 마그 마그 오만하게 차대를 요지 탐지 늦지 않죠 늦자 가시라래 마도부 습지에서는 뉴모 늘이 때 늘이 때가 요래시 뉴모바티 베르고 산속속이 나디디 이비그로 제대로 뉴모바토도 파시토글라는 저쪽으로 뉴바추쇼도 죽어라서와 사바다 니디기 저쪽으로 요래 대는들이 대탑제 아 마다바탑이 다 빠르게래요 들이 톱로버리지 아벨다 그날에 하나하나 요지 삼지 늦지자도 늘지나 들이 탈체 유보가 되더라 나한테 된 초보 안 됐다고 된 통화다 르바다 영화다 그래서 유로 사족색 제일 사족색 제일 더 나지지 다 보고 사족색 유리 제일 요리 되게 늦지 잡다 제발 전 얼마나 온베다 아메다 그 다음에 하나하나 홍베 요지 탈체 늦지 잡다 제발 전 그니 람마사와 다타가다 아와로 그니 오미 삼바라 삼바라 호지라 다 다지 이제 요바타비라들이 너무 조금 좋아 공이 시바라든지 누군가 가이고 가이 가지시자 가실 착하고 가실 습이고 그때들이 인한지 섭제를 보이 요지 섭제 로티즈 사바탄트 말이죠 강강권을 오, 가슴, 가슴, 로주, 자산, 가리구나. 대단히 저쪽에, 대단히 저게 요, 락설하고, 요지, 탑지, 로스지, 사바단, 터바지, 오, 다 사바단, 터나야. 나지, 니지, 탑지, 마치, 토크 말이, 온자나, 아와로, 그대, 남아사미다, 사바리, 나리, 삼바와, 삼아야, 마마니, 들은, 선다야, 도라리, 호디. 그래서 지금 랑 찌네즈라고 그래요. 사람과 찌네즈의 참아 삼재요. 그래서 참아가 왔어요. 그래서 태민을 농방을 농한 참아쳐서 사초. 사. 그래서 저도 속으로 썼어. 왜 잡고. 그래서 갖다 갈아줘. 장 썼어. 썼어. 왜 내지. 요새 당시 농사들 밤새 쯔밤에 봐서 말이죠. 줘야요. 쯔까지 살았어. 그래서 이렇게 Tadi lama sabita beda na cai cure sabita tu mah sabaya soan. Tadi sama dadi ngajak kencet tapi sini. Oh,
刚看了这部电视剧，真的头几期到底怎么搞的？我认为的，罗亮他的那个王子的玩具，我就考虑家里那马上没咋，不知道哪家里叫的咋没咋，什么呀说话？罗亮他的那个王子的玩具，哦，这倒是可以倒是，哦，这倒那么那个什么多大大。说说个雷没被一批给落去，啥意思嘛？那些我那些几个苹果，他们那两只脚没，这个啥子个意思？这个第一句我到的，就是个啥意思？他就我们不明白，说那么老多，啥子没吃完的哩？哪怕他讲把要的，第一句我到要的是，嗯，老不是吃那吃多只光鸡蛋去了，可是老久就要的是，第一句我知道，去年就到那的哦。一里过早老个人吃上里面的，一里你要买的，过早了的哩，出的什么三件，三件的哩，让你的干啥，他这的哩，出不要的，让你让这，让你这些让出别的呢，出咋出的，只有买老主做的呢，让个上了，让个老就把这的，大一你要买的，大伯，你不你要买的，为了多不起步这个，多不起步这个，养个没多忙不要的，多不这个。哦，人家你有的就是另外几个人，有那个一句话，那个吃了一顿没事，这那个拿完了老酒吧那些，那些一点没办法，老酒也要的，这在酒吧上嘛，什么没叫我在那里，那老的老酒吧去年就到的，一里一码这白，一里一码这白，这一吃饭的老不得，我叫老不吃不吃了，咱们要的，这吃饭也不哈空的，对的。你的没把卡来一下，这里有他自己上的，你的是上的，你的是上的，这里你是没被是接的嘞，这里接当怎么他来的啊？罗接怎么的嘞？哦，你要买去，甚至这个我可能上几天你要买去，你没把接了，这里怎么罗罗接怎么的？啊，怕没把接了，确实就把他要买去呀。哦，确实就我两多钱我用的，但别的那些，他妈逻辑，确实就把他用买的，逻辑他妈，哦，两多那块儿挣到七八，干啥干用的？别多的那个是吹家呀，说说那你鸡巴打的了，说他就他妈确实的，他妈用的，有了，他妈逻辑，逻辑他妈这也不好搞过来，这也好搞，这可以去年就到的，一日那一万只，万只八双，他就进来。那个三百多大当三出生，这年纪不是达到三级通级个的嘞，我做个菜米个啥吧的年纪，去年就到的了，当大人们一码着吧，三级成绩一码着吧，这个这年纪不是到去年就到了，当爸爸那了去吧，让你个照顾去，爸爸那了去吧，当身体那了，别不是当了干啥三百个，这啥他这家里。你得看得嘛的嘛，淘宝里嘛就只有他们拿过用的是，哦，啊，淘宝用的是，对对。那种啥都还在干起活，你懂的，不一样活的。那些什么的，这些女的，这些就会去轻松。但那种啥都懂的，对。看看什么？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